在梦境河下吊以为生，不言语不
进到到河下钓鱼去了。天到这半时候，陈木焕回去问说：“这是这佳品是小子，拨乱现重臣。”禀报母亲之，孩儿参见母亲。罢了，我儿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今日钓了多少鱼，买了多少钱，拿来为粮食用。没钓着鱼，也没卖着钱，孩儿我得了一宗宝贝。想着宝贝是在富豪人家，你哪里得来的宝贝呀？莫非是偷盗来的？还不如快快还把人家，日不然为娘不要动气了。妈呀，您别生气别生气，这个宝贝不是我偷的，也不是我捡的，是孩儿我在孟津河下钓上来的。什么？是钓来的？钓上来的。好，拿来我看。好，妈您瞧是不是？好，我给你瞧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您一瞧宝贝就要生气了。看宝贝们为娘是不会生气的呀。哦，看宝贝不会生气。好，我给您瞧瞧。妈，您瞧这个带火的。啊，动生气了不是？为了怎样嘱咐于你，这孟津河下有三样鱼儿不能钓，鲢鱼、河鱼、乌龟。你怎么把乌龟钓上来了？而不遵母命就是不孝之子。我要不孝之子了呀。哎妈呀，您别生气，听我慢慢说给您听。娘，哎，是孩儿我未出窑门，母亲嘱咐于我，孟津河下有三样鱼不准儿钓，鲢鱼、黑鱼、乌龟。我听您的话呀，可是我到了那儿，这头一钩子就把它给钓上来了。就该将它放了下去。是啊，我不能叫他白吃我一口鱼食啊。哎，我咬掉他个嘴儿放下去了，又下河去钓，这第二钩子又把他给钓上来了。你怎么知道又是他呢？哎呦妈呀，我咬掉他个嘴儿，您瞧是三条腿儿不是？是孩儿我恨他不过，心想找块砖头把他砸死就算完了，没想到我这么一砸，他拉了屎了。乌龟拉屎是黑的，他拉屎可是黄的。闻听老人言，孟津河下有一金龟，拉金尿银放稀了屁，金子是甜的，铜是苦的，屎是臭的。而我这么一尝啊，哎呦，甜的，这个就那个金龟让孩儿我给钓上来了。我说不行啊。您不信？好，砸给您瞧瞧。不要伤了他的性命啊。砸砸砸，妈拉了。哎呀，怎样讲话？不乌龟拉屎了。您瞧瞧，黄腾腾沉甸甸的，是黄的。儿啊，这是镜子。镜子。宝贝。宝贝。啊哎呦，别乐
个大老婆的拿过来吧。这就好了。Thank you.
从今以后，还好敌国有待。定我母子再也不会挨我受冻了。太对了，不用挨饿了。不说还好，这一说，我真有点饿了。妈，你有什么吃的拿来还我使用啊？家务柴米未曾起火，哪里来的饭食把你充饥呀？对呀，没柴米没起火，哪来的饭食啊？嘿，妈，没关系，咱们有了这个金龟宝贝了，拿些金子到大街之上换些个银钱，多买些柴米鱼肉，您瞧好不好？要多买柴米，少买鱼肉。哎呦妈耶，咱们老没吃了，打打牙祭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地龙的不好，很不好处。上将有日思无日，莫道无事，怕有事了几下的。哎，是您呐，您是饿怕了。好，多买柴米，咱们就多买柴米。哎呀，慢着，禁锢跟我妈说话了。我哥得重的消息还没告诉他呢，我呀先报喜后买米。恭喜母亲，贺喜母亲啊！为了的喜从何来呀？我哥得重第七名进士，岂不是喜吗？此话当真？真的。我让是一起带我来谢天谢地。哎呀，我可得谢谢咱们家的灶王老爷子。儿啊，哎，拿来，拿什么？保单呐、啊！不保单，那母亲拿来，拿什么？书信呐、啊！为了终日门做寒窑，哪里来的书信啊？孩儿，我在孟津河下钓鱼，可哪来的保单呢、啊？此话是何人对你讲的？周伯伯。周伯伯。周伯伯他老人家上了年纪，说话有些颠倒，你再去问说明。哎，好，对，去问问，别让他蒙了我。周伯伯在家吗？在家做什么？我哥得病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可有书信前来？有书信前来，被下去人吓走了。哦，那吓到哪儿去了？吓到王家庄。你那王氏嫂嫂一见书信隐瞒陛下，私自补上良辰小轿上任去了。临行之时留下两句淡话。哪两句淡话呀？将你母子都饿死寒窑。儿啊，哪个欺负你了？没人欺负我，我哥得重是真的，有书信前来，被下书人给吓错了。吓到哪里？吓到王家庄，我那王氏嫂嫂一见书信隐瞒陛下，私自雇乘两乘小轿上任去了。临行之时留下两句淡话。哪两句淡话？将你我母子都饿死在寒窑。此话当真？当真啊。好贱人啊。
要惯了，就不要不为了了。从晋王后，为了劝他不儿不要了。我哥哥做官，他不养活您了。要我养活您是不是？别忙，您别忙。哎，慢着。想当初我哥哥在家的时候，我妈可是个偏心眼儿啊，有好吃的给他吃，好穿的给他穿。如今做了官了，不养活他了，叫我养活他，你不成跟他评评理？来，我跟你评评理。刘法将在当面。想当初我哥哥在家的时候，您可是个偏心眼儿啊，有好吃的给他吃，好穿的给他穿。大家居士一样啊。什么居士一样？为什么给他娶媳妇儿，叫我打光棍呢？哎，那是见你还小女小啊。如今他做官不养活你了，你猜猜我呢？你是不养不养了？我也不养活你了。陈母，你也不奉养不养了？不养活你了。张毅干什么？我拿亲亲什么？哎呀，老爹，别不要看了，快点吧。
上讲了半日的好话，你还是不养我养的才行的。哦，你说你唱了半天我就养活你了，再来两段我也不养活你。你当真不养活为良了？嘿，我吃了秤砣铁了心了，不养活你，不养活，不养活你爹了。如此我就要哟。老太太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唱戒乞讨。哦，要饭呐、啊、要饭，给你那做官的儿子献言，与你这儿子钓鱼的儿子不相干。你要要饭，你给我要什么？下，孩儿我不敢。马也马得他几句，不也
越发的不敢呢。我儿头上受为量一半。哎，妈妈呀，你这不折死我吗？我拜的不是你呀、啊。拜谁呢？你那忘恩负义的。说吗？此番去往京城，遇见你那兄长，说上三言两语，即可武断，不要让他们结下不良主意，害死了。我不去了。不是为何？我还没走呢，您就先说这个死字，这个死可是不祥之兆啊。为了商量年纪，这话有些颠倒，我不必在意，只管放心地去。哎，母亲呐、啊！Thank you.
韩明妃昭君母。哦，昭君母，真是我的姬嫂与他，我有相助，在外皇爷百般不齐，待末了朝祭奠一番。是。Thank you.
小心一点啊，大头小心一点啊。Thank you.